这是基隆中二路跟孝山路口。一早早就找来一间阿信啊的豆奶店。阿信啊，听讲是另外一间豆奶店乳品的师傅。水晶包烧饼，甲着和伊的咸豆奶是这间店的特色。这等咧包水煎包，这个是水煎包吗？啊？对，水煎包。哦，水煎包。韭菜根。韭菜根，哦，高丽菜，哦。虽然应该爱像这位顾客点咸豆浆，但是今仔要来试试看伊的米浆是安怎。米浆，炒米浆。这是炒饼油条，看见你哪是炒饼？对，我有夹蛋啊，有你有夹蛋吗？对，有啊，有。这我的地方。我细汉时阵，阮家头前有一摊在卖米浆的。我看伊逐天将着土豆改炒甲用要炒火大，不过迄个气味实在是真香呢。所以伊做出来的米浆就亲像即个安尼，看起来唔那是色水真深，刷了个香滚滚，滚滚香火。哦，待在里面，好，把它打开来就看到吧。干嘛打开？人家就叫给你吃这样子啊。哦。烧饼包油条，听讲以前伫中国是无的，为台湾开始两个才白做伙。一间早餐店，足侪人咧做，啊，生意真正才是真好。迄位咧开豆奶的，原来是头家阿信，伊上就印一个杯仔顶悬。一行出来才知影，吉隆人早餐唔呐豆浆烧饼尔。连米嘛拢足爱食呢。